深坑老街的麻辣臭豆腐喷香够味，非常下饭。四季软丝吃起来清脆爽口，鲜嫩 Q 弹。台北这家创意中菜馆，东坡肉夹着祭光饼一起吃，再搭配现沏的东方美人茶去油解腻，还有桌边现做的提拉米苏，充满了幸福滋味。桃园有一家川香菜小馆，剁椒鱼吃起来香麻够味，而且满嘴鲜香。请锁定本周日晚间8点《非凡大探索》。